Running Man 最后一集，李光洙读手写信，努力整理情绪，吐出字句，哽咽和成员道别。광수바보아니다연결해줘광수바보아니다연락처로전화를걸게요 진짜로그래네그렇게돼있어요 안녕하십니까어광수야어디야저지금여기거의딱가운데예요너그리고하차한다며 아유갑자기형중식한식고민하다갑자기말씀하시는거예요아 중식으로가주세요여보세요아런닝맨하차하신다고세요 괜찮으세요어때최후의만찬은한식가실거예요중식가실거예요아무슨그냥그렇게물어보면되지 소감이어떠세요하차하시는소감이 아참진짜광수이름내가거짓말을어떻게하냐李光洙下车倒数 Running Man 成员一致超有默契的纷纷把握最后机会不停用下车梗疯狂欺负光洙아수영왜그러고나타나아니야아니야자기전이에요이거아진짜아니고뇌그런모습아니야되게자기고뇌한척하고서아그런거아니라고아진짜너무꼴보기싫어그런게아니라고너아침먹고나왔어예한식먹었을거아니에요아니야나는이제뭐말하고너하차하지않았어어아직아니야차지않았어요어아직아오늘까지야아뭐이렇게서운하게언제까지아니에요아니에요언제까지아니남았어요似乎是想预知后面集数无法在一起玩闹的遗憾刘在熙更是顽皮的发起在下车前打光洙100个巴掌哈哈也跟着故意制造感伤氛围让长颈鹿又好气又好笑광수야나도이코인이무슨의미가있겠니나아왜이러냐면아아짜식아어짜식아내가너그중에서오늘많이뺨을때렸어재석이형그중에이제못하니까그중에뺨을때렸어해야지해야지끝나기전까지100대때리기오케이오늘미션오늘미션내내내목표아이제이런거할사람없는거야거친거친거하지마많은분들이네가나가는거아쉬워하시니까네가남고우리가나갈게네가남고우리가나갈게아아야근데광수가한2주이렇게버티다가야할게야할게尽管在节目中大家紧抓着光洙下车的事情不放故意制造效果但实际上还是可以从团员们的眼神中看出大家故意开的玩笑更多的其实是想努力用笑声压抑心中的不舍在最新一期的 Running Man 中李光洙、金钟国还有席晨三人被处罚节目尾声王鼻子大哥感叹地看着光洙的背影要他好好洗碗因为这很有可能是他在节目中的最后一个处罚在一旁的金钟国一语不发似乎生怕情绪不小心爆发开来无法收拾오늘벌칙은왠지모르게어좋다아하지마그런멘트들아아뭐하는거예요어색하게왜냐면그런멘트왜하는거야마지막벌칙을함께하니까좋네到底 Running Man 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和这个元老级成员告别随着最后一集的预告画面曝光26岁的光洙林振宇站在大家面前自我介绍同样留着胡子不同的是过去了11年的缤纷岁月李光洙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道别信当着成员的面却无法顺利的读出因为每念一句话都要重新整理情绪再哽咽的吐出每个字너무너무불쌍尽管对成员们来说光洙下车不是一个临时的决定面对分离的那一天没有人能做好说再见的准备不过成员下车后就不会出现在节目中了吗回顾2016年超级经典的周一情侣 Gary 下车的时候智孝也是不舍得在节目中大哭谁知道才隔了一个礼拜又再次见面了
아비 아예 헤어져 놓고 전화해서 솔직히 진짜 창피했어. 왜? 저번 주에 울고 울고 했는데 오빠가 내가 나랑 떠올랐어. 더울었었는데. 아 그때는 진짜 그때는 내가 지영아 나랑 떠올랐을 때 20분 동안 말 안 했었어. 그때 진짜 난 울었어요. 집에 가서도 분이 안 풀려가지고 문자로 쓰는 Running Man 的结尾。 希望未来还是有机会看到长颈鹿随机回到节目中背叛大家。